车子上面。好，行。OK OK。那几只也要过去。你们想要塞辛苦的哦？用土的。烫死我了！还是要过去。他是想叫他们要快一点呐、啊，动作快。有小象在后面，他们会想要保护小的，但他一定会在。我们比较不危险，我们在后面啊。他会转，小象不敢过，你看。你跟菲比一样，对不对？大的冲前面，然后小的，你看小的在后面。